内室晚祷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上好的福分。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近前来说：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路加福音10:40-42。马大忙着服侍主，却把所服侍的主给忙丢了。马大是为主做工，玛利亚是让主向他做工。马大是要给主工作的成果，玛利亚则是做个接受主的器皿。马大是以工作来满足主，玛利亚是以爱来满足主。主固然需要工作的侍奉，但是主更需要爱的侍奉。我今天所做的许多事，所得的许多福分，都有可能被夺去，唯有基督自己是不能夺去的。学习做那个享受主的人，才有力量服侍主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像玛利亚那样安静坐在你脚前听到。我不要成为马大，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从而失去那上好的福分。求你帮助我，让我的心时时能安静下来，时时来到你面前，与你交通，聆听你的声音。赐给我饥渴慕义的心，渴慕你的话，渴慕真道。求你将我心中的荆棘除去，不为世上的事思虑烦扰，单单被你的道吸引，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在基督里蒙恩蒙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是美好无比，向你倾心吐意，聆听你慈爱声音，因爱我天倾，你与我同行。我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上
欢喜，许希你